车里就租是马骏。走吧，下车吧。依依是不是坐过你副驾呀？依依是我前女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认识她呀？不认识啊。那你怎么知道？那不打自招。啊，这都不联系了都。啊，前女友啊。哎，这个娘们不伤心的，生气不知啥原因的，一言不合就要分的，手机里跟我都亲的，这个娘们欺负人的。哎，这猫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你啥都不喜欢，我去找依依喜欢的去。哎，你错了。原生态牧场，大草原，肯定很好喝。走。哎，妈，这地板怎么都绿的呢？你说我戴这能好看吗？不是。能好看吗？喜欢吗？我不喜欢。依依喜欢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你放回去干啥？你结账呗。硬刚，怎么美啊？吃点啥去？我才不吃，最近都胖长肉了，一定很瘦吧？我都不招人喜欢了。